来自麦克昆西的高我信息，关于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你招手。问候，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令人担忧的问题已经达到紧要关头，你们的领导人非常清楚世界和平岌岌可危，深知世界和平正受到威胁。各国不得不决定支持哪一方，以确保自己得到某种形式的保护。这是一个丑陋的场景，它将对许多国家产生直接影响。这些国家已经感受到了世界基本产品或生活必需品短缺所带来的问题。我们无法预测结果会是什么，但会利用我们的影响力来防止事情升级为更严重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末日的典型表现，当时隐藏的事情被揭露了。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人故意改变国家边界以获取利益，却牺牲了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民的利益。然而，在所有消极行动中，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进步的机会，因为旧制度的弱点已经暴露出来。无论发生什么，通常都会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将继续帮助人类发展，正如在不久的将来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变革时期，但这似乎几乎不可能，因为许多国家都在暴君的领导下。不幸的是，这就是目前的世界格局，当今世界的现状，而且改变的希望微乎其微或渺茫。人类似乎无法认识或意识到人类是一个由兄弟姐妹组成的大家庭。人类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但却被那些相信强权及公理的人牵着鼻子走。然而，你们的历史表明，这只是昙花一现，它是短暂的，并不能满足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黑暗势力，黑暗者宁愿完全控制民众，而民众只能像在一个开放的监狱中一样生存。不过，不要担心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永远没有机会这样做。人类被赋予了自由意志，我们向你保证，它，自由意志，不能被剥夺。你从许多生事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能够在关系到你未来的事情上遵循自己的意愿。生活有时非常考验人，但它让你变得更坚强，能够承受道路上的困难。大多数灵魂寻求平静的生活，但作为他们经历的一部分，他们常常必须面对巨大的挑战。它测试您应对这种情况并谨慎处理的能力，以及考虑它可能如何影响其他人的能力。要知道，绝对没有一个灵魂可以在不接受后果的情况下虐待另一个灵魂。如果有那么一刻，你对上一个周期中的许多生命有完整的记忆，你会对你所取得的进步感到惊讶，而在这里，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奇妙的改变，它将把所有负面的部分抛在脑后。你不再需要它，并证明你因你的经历而提高了你的振动，并打算透过你对人生计划的奉献来提升自己。我们一直与您同在，很高兴您接受了克服周围消极情绪的任务。你被他故意误导，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真正目的，但阻止你发现真相的努力却失败了。你的成功使你变得坚强，能够忽视周围的消极情绪，并帮助其他灵魂了解他们在地球上许多生命的真正目的。你将永远不必再经历这样的考验，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你招手。您将选择您的下一次体验，他们肯定会非常令人满意和令人振奋。请记住，进化是一种持续的体验，值得享受，而且常常令人兴奋。当然，您最终会见到我们，我们期待着那次团聚。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您如何帮助其他人克服当前遇到的困难？当生活在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中时，要让人们相信不存在核战问题并不容易。然而，那些监督你们生存的力量或势力将把他们的要求强加给任何准备用这些武器来对付人民的国家。如前所述，我们有办法让这些武器完全失效。因此，不要害怕或担忧那些使用这些武器进行军事行动的人所发出的威胁。可以理解的是，人们会质疑未来会带来什么，让他们振作起来，让生活能够和平地继续下去。我们再次说，将会发生变化，带来你们很久很久没有经历过的和平。进入更高的振动和扬升，将需要许多改变和结果。我们经常将他们称为游戏规则改变者，他们将带来新地球，并且与旧地球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与你目前的经历相比，这将是天堂。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助您振作起来，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许多人正在遭受严酷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摆脱你的痛苦和磨难，但如果这能带来一些安慰，那么在情况改善之前，你就没有多久的时间了。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指出的，许多变化正在发生，这将为立即改进扫清道路。一如既往，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并实现即将发生的伟大提升的计划。许多灵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除了它看起来非常暗淡，需要你的帮助来度过现在的时代。即使是几句鼓励的话也能产生奇迹，因为事情并不像乍看那么糟。在幕后，人们正在做很多事情来克服战争升级的威胁，以免战争发展成世界大战。已经有很多人直接或间接因强制改变而死亡，我们努力防止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你们从经验中学习，而目前的地球是一个温床，发生着各种极端事件。作为一个个体，你将尽可能地遵守你在重生到地球之前商定的人生计划。因此，不要担心最坏的情况，因为给这种想法注入能量，你就是在给自己招来负面情绪。在神圣的日子，我带着爱和祝福留给你们，愿光明照亮你们的日子和完成的道路。这个资讯来自我的高我，我的上帝自我。每个灵魂都与上帝有同样的联系。在爱与光之中，麦克昆西 Mike Quincy。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